告，我敢，因为在打第一个跟我被告啊，所有告我的人啊，都是部长以上，我没有跟小咖搞过，对不对？是，我都是爆料大咖。然后为什么我会八连败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坚持不会透露消息来源。哦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法官没办法查证，就判你未经我查只要把消息来源讲出来了，我就不会败了嘛，哎，对，但你对不这样对？出卖兄弟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为什么到现在疫苗还有人要提供资料给我？因为我公信力好嘛。各位，我们这样所以讲，你不懂这个台湾的法律的人啊，就不要在网络上写东啊，西。台湾最带种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讲个很简单的情况，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。最近有王定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是有王浩宇的王事浩情，宇对不事情，对？等一下一定要然讲。后还有疫苗的狗屁事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乱七八糟事情一大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又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哎，怎么搞的？绿媒电视媒体啊，就王定宇的事情通通不报。所以当不报，感觉王定宇出国了，你知道吗？王定宇不为什么不报吗？哎。你知道，然后还有一个人是啊，就叫嘉靖来讲，就陈以信去送花，哎，这事儿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因为一个台湾现在变成什么样一个国家，你要知道好吧？大部分的人都在比不要脸，哎呦，越不要脸的人，你知道吧？他还可以去主持节目，知道吧？越赚更多钱，然后像这种，然后可以胡说八道，知道吧？大家现在开始都在比不要脸。然后执政党也在培养一些不要脸的人，啊，有很多啊，你看，所以为什么不要脸？因为你看到没有，他昨天才不报嘛，就不用报，他不用报，做什么都不要脸的政党执政完了以后，陈以信还去送花嘛，那就一个媒体没有用，媒体为什么现在特别强？我给你介绍，我们在外面讲景气很好，今年景气好不好？我觉得不太好，为什么不要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全部被骗，股票非常好，对啊，台积电嘛。就一家呀，就一个台积电半导体，所以一个台湾分成两种生活，一个叫天堂，一个地狱。对，电子业都在天堂，电子业以外的全部等跳票。我好几个朋友现在外面在跑三点半，在地下钱庄借钱。上市公司老板，我告诉你。哦，我听说旅行社跟五星级饭店很多也快垮，都快垮了。所以我在讲，就是内需的服务业都垮了。好，那问题那是很简单，那变什么？谁下广告给电视台？那当政府啊，都他妈政府。所以现在都是政府，平常是谁？平常是内需服务业嘛。对啊，没有消费性产品啊。现在都他妈现在没有消费性产品了嘛。现在台湾的景气好，是高科技好，一般服务业全挂，所以没有人下广告给电视台给媒体。那就只能听政府的。那谁是电视台的最大咖？政府自入型叫最大咖，所以所有电视台通通听政府指挥。对，恶搞乱搞也不能报，他也不能报，他一个命令通通不准报，通通没有人报，没有人报，变成他妈的绿媒最大咖是谁？自由时报大咖。这反正老是吃不到。但这次也分裂了，不知道。反正我吃不到，我就给你报大一点。对，你懂我意思没有？最好媒体变得没有功能，对不对？没有功能，没有监督功能。媒体平常台湾最屌就是媒体有功能。那媒体没有功能以后呢？就是为什么媒体以前没有功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媒体的功能是要靠在野党强，媒体就有功能嘛。是啊，媒体有个屁用？我只加抓那些乱报，报完我又没有保护伞，我会被他又被告，我会被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问题是。我报完了这个陈时中的事情之后，国民党接了没有？接不住啊！接了半天，这个被费鸿泰跑到立法院去吵架，吵问陈时中要不要找不到要不要告他，找不到问你不是好好问题目，问疫苗怎么回事？去问他说你要不要告吴子嘉？哎，国会殿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费鸿泰老费老就坏掉了，七十几岁了。陈时中最后跟他讲说，多屌，我不去。不是，还有说，那有本事费鸿泰你来告我陈时中吗？什么老费就是不是，不是这个是总招哎，没有，就是国民党的总招质询不过人家，然后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、英国的博士马英九推荐的是送陈以信，你妈的这个烂党嘛，在野党那么烂，媒体全部被收买了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怎么办？我们靠董内，等下吴董不要生气，让我念一下董内啊。